欢迎各位来到由淘宝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，上淘宝，好货好价淘不尽。这里是派世界，各位小玩家大家好，我是派世界二号指挥官华晨宇。大家好，我是派世界的三号指挥官吴青峰。大家知道我们派世界呢一直在致力于寻找和打造六边形的音乐战士，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半决赛。让我们先感谢来自湖南省长沙市湘江公证处的杨婷婷、王一曼，同时今天还有31位青年制作团成员也来到了现场。半决赛来袭，我们派世界的青年们究竟要如何比拼才能够冲进总决赛呢？各位请各大屏幕。第六场音乐发布会半决赛赛制，本场竞演分3轮，12位派青年竞夺8张通关券，通关者晋级总决赛，争夺6位派世代音乐代言人席位。第一轮小组排位战，在线选手组成4个3人合作组依次表演，成绩排名前2的小组分别获2张和1张通关券，排名末位小组个人心跳值最低者直接离线。第一轮是这样的，我们的4组派青年会依次进行表演，支持率最高的那一组会得到2张通关券，第二名的会得到1张通关券，第三名的继续往下比，排名最后的一组，组内喜爱度最低的派青年直接离线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今晚的演出，各位小玩家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小组排位战，第一组要出场表演的是韩聪聪、妙莎、邓典，三大 vocal 强强联合，这首歌呢还会有妙莎首次挑战花腔演唱，相信大家一定期待值拉满了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不行了，回家吧。他们三个演唱完之后，我们要给他们每个人写一个关键词。哦，那我写的关键词是稳、准。对，狠，稳准狠。准就是给了邓典。Hello， 邓典。Hello，Hello 老师。几年不见，我觉得你现在有一种大将的感觉。我觉得当初看邓典是一种一枝独秀的那种孤傲的感觉，但现在我觉得他有看向世界的那种包容力。谢谢老师。我写妙莎的关键字是海妖，他坐在那，然后发出第一声那个高鸣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太像一个神话故事里面的海妖，就是所有靠近他的水手一定会被他吸引住。谢谢老师。然后我写聪聪的是抓心者。哇，写得好好，抓心者。我觉得听他唱歌有一种他仿佛是把自己的心先抓在手里唱给大家听，以至于最后大家的心也都被他抓住的那种真诚，是我很喜欢的。好，又到我们紧张的心跳值投送的环节了。第一轮呢，只有4首歌，就是这4首歌之间比较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只有一次支持这首歌的机会。如果喜欢他们这首歌，就按01。下面我们开始投送。上淘宝，好货好价淘不尽，开启投送时刻。如果喜欢我们三就投01，零一，零一。今天在这个组合里面，情感非常的充沛，设计的也非常好，对于他们来说还是超出预期的。我觉得这个表演有结构，而且有层次，充满了力量感。谢谢你们，投零一。好，我们现在聪聪、妙莎和邓典作为第一组表演的选手呢，肯定是第一的。每一组表演之后呢，这个排名都会实时更新，请3位进入到现场待定区。